看过马昭仪。回禀公主，奴婢并无看到马姑娘进宫，而且这寝宫拢是奴婢布置的。昭仪无进宫？是。是燕州府亲自去找的进宫。哪会？昭仪，你就是因为进宫。请殿下，那才是燕大人来见本宫。这，你还搁在调度什么？赶紧去呀！是。但愿昭仪唔通出代志才好。殿下，如果你那是因为心切的愿望，一团说。上古太大，请殿下在这摆祖庙之前面见，臣妾随时会当速走离开楚国。公主，唔免等到这座，小王这阵就会为你回答。殿下，请说。你的容貌。确实，伊传言有所差距。也毋过，拄只小王已经讲的，小王并不以貌取人，所以你即马就是楚国的太子妃。若无小王的同意，不准你离开楚国，离开小王啊！臣妾下殿下。马昭仪呢？燕将军已经将伊送去殿下的寝宫，顶替无常女，没有问题了。唉，燕将军办代志，国王未啥会放心的。你也是亲身去看卖啊！这件代志千万未用出破。是。启奏大王，燕大人在御书帮我求见。金川，遵旨。探明大王变了，面前有怀疑啥？启奏大王，殿下拄看到马昭仪时，有小可表露失望而已，并不怀疑什么呀。好，真好，毕不杰，燕将军，您帮助国王完成心愿，国王一定当当有信。谢大王。大王，微臣唔敢接受大王的心事，只是有一事要求。你讲，大王，王后娘娘若查讲微臣用偷灵转红之计，达成大王的愿望，一定大发雷霆之怒。到时候，微臣个燕大人，这你放心，只要伊从中阻碍，国王就将伊打入天宫。将你亡灵归何？大王，
遐若是马车、甲养油机、养活王后娘娘，会怎样着？三条管路，养油机是兵马大元帅，因两人若是插手出事，确实是真歹处理。稽查大王，秘书认为除了因两人以外，也够一人比因两个更加歹对付。是啊，吴知事。你来这么快就回来？我是专工，我正要参加殿下的婚庆大典。要哪呢？恁就将刘月娘甲送去山下。无。代志办也未完，你就安尼赶回来。万一刘天勇伊若是出将围困大城，安尼要怎？对啊，刘月娘虽然无倒等龙牙山下，啊，不过刘天勇答应讲唔围困大城咯。哎呀，伊是个主将威王的传子，伊讲的话要哪会相信的啦？对啊。刘天勇是一个粗莽愚昧，不受世俗礼教的规范，行事难免比较较率性。也毋过，天下王公自由，会见到伊是一个少年英雄，必定有伊的道理存在。阿爹为甚物始终认为伊是一个贼寇，你毋肯相信伊的威能呢？一个无受过圣贤教化的粗鲁人，伊根本都毋知人情义理。这种人哦，反复无常，甲伊强势为友。袂输敢若伫咧甲虎北下咧，不如哦耳孔咧，免得二流身受其害。是啊，刘天勇毋是粗鲁人，伊是当代武圣人孙武祖孙真人的继承弟子呐。孙武祖伊根本都不配称为武圣人啊！为甚物？武圣人要来教出即款莫无尊重的徒弟？是啊。好好，卖阁讲。去换衫，甲爹进宫来向大王、甲殿下贺喜。是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。吴太师、吴将军，恁两个爸仔联袂来见国王，但不知国王喜将何来？客走大王，初见莲花，素衣香也将出天下，何太平啊？黎民百姓该庆幸，不开无。将军，初见莲花虽然是天下一大盛事，但是大喜的人是殿下。恁爸仔仔歪去东宫向殿下道贺，却走来御书房向大王道喜，这未免太不满多。陛下，你大人言之差，我论之羞。殿下相大恩，毕大人，懦夫甲厨师先来向大王贺喜，然后再向殿下恭喜，这有甚么不同？启奏大王，内宫女婢讲有急事要见严大人。吴太师、吴将军，国王接受恁的贺喜，也若无其他代志。先行退下，客朝太王，无如任何代志，等甲明日早朝再行禀上。退下，是。奴婢叩见大王。大胆奴才，你就算想先出二十房，敢当何罪？回禀大王，奴婢是因为急事
所以有什么结束？达得干毛大不悔之罪，宣传技术房 ，Go！ 黑昭大王，慕言公主发现你的贴身侍婢马昭仪不见了，所以急要找燕大人甲殿下。严将书伫个技术房所讨论的代志，真可能甲马昭仪的失踪有关。主事，马昭仪是啥物人？伊是孟言公主的贴身侍婢。大王身为中原霸主，身份是何等的尊重，哪有可能甲一个金国女婢失踪有所关系？主事，恁大哥讲伊无唔对。那你呢？将马昭仪失踪的代志？连上了大王的身上。对，我是综合真侪疑点所做的判断，不是连上。真侪疑点，你是要其他的什么发现？对啊。王室有时话严主皇，人怎会轻易来失踪？马昭仪不知去向，也应该由东宫的宫娥出面讲啊，怎会由内院的宫女去招聘大王？主事，今天是殿下成婚的日子，东宫调用内院人手。哪有啥稀奇？大哥所说当然有合理，不过小小一女婢，岂有无杀头之嫌去见大王？其中就有嫌疑。这确实又不上理。还佫有。当大王听说宫女过求见，这面露不安，伊何意？立刻听令，咱爸家出宫院啊！我怀疑必有甚物内情，不为外人晓得，无听到。马昭仪失踪，大王在地原位哦，只有殿下不知宫中失踪了马昭仪。这，爹，你要去倒位？主事，你的分析啊真有道理，爹马上进宫来去见大王。将这代志查清楚。对呀、啊，大王如果若去予咱知影内情，就袂替咱白家先离开御书房咯。对呀、啊，我认为二弟讲了真有道理，大王是无可能将实情甲你讲的。这是楚国三条元老，有幸先王为令，身负干部的这个责任，免来会当用阮必无极这个老奸臣来煽动大王胡作非为呢。爹啊，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赶紧设法找到马昭仪。那无者，如果孟言公主纵使是妃嫔真容之人，尽可能会引起楚秦两国兵戎相见。到迄个时阵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主事，你立刻去东宫见殿下。如果殿下若是真是唔知这个代志，我则坐杨元帅来去见大王，将马昭仪失踪的代志查一个水落石出，绝对袂用让大王留下千古骂名。启禀公主，殿下甲燕将书正伫颐和园参加喜宴，袂当分身前来见公主。你真好大胆，竟敢欺瞒本宫！启禀公主。
奴婢讲的拢是实在的，你还佫敢狡辩？本宫就保证你平安无事。公主，奴婢。公主人笑笑笑笑笑，你是一文三不值。切切切切，你若敢露出半点的口风，破坏大王的好事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家己爱小心去用。奴婢所讲的拢是实话，请公主明察。你。是。阿强，你的言辞吞吞吐吐，敢那有难言之隐？敢讲马超已经做无不测？第二，本宫明日踮遮听恁别人的拜托。找出严重事，查明赵姨失踪的原因何在？参见五将军。别的，你们去兵部殿下，说本将军就在深江外求见。禀我将军，殿下去景阳院拜见王爷娘娘，要一个亲宫。就恁这几位，伫咧侍候公主。是。恁倒一位是由内院派来。禀我将军，阮拢是东宫的侍婢，内院并无派人来帮忙。哎呦，大事不妙，代志比我推断的搁较严重。我电台赶紧找到殿下。参见殿下。殿内，请殿下随便先议价而发放。臣有急事，一殿下言上。什么代志？大家讲嘛是同款，何必到二外园去呢？启禀殿下，这个代志真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就当讲清楚。看你的心情这么风急，可见代志一定真严重。好。小王就陪你到御花园去一趟。启禀殿下，殿下甲蒙恩公主祭拜天地，甲祖先的良辰已到，请殿下切莫耽误良辰吉时。王将军，要无你就先到御花园去等小王。小王若祭拜天地祖先了后，就到御花园去见。殿下，小王袂耽误伤久。等你拜天地祭祖先了，错已经造成，难过见面也无甚物路用。世间夫妻无道，凌乱的社会。